好的关系连沉默都束缚，错的关系费尽心思都不对，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透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温柔。他懂你的言外之意，你懂他的与众不同。如果你被伤害过，请牢牢地记住，绝不是因为你不够好。每个被伤害的人其实都是好人，受伤是因为善良和信任。不要让太多昨天占据你的今天。与你无关的人，你再怎样，终究还是与你无关。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，眼里写满了故事，脸上却不见风霜。不羡慕谁，不嘲笑谁，物质极简，精神丰盈，做好自己，对世界充满善意，无需仰望别人，自己亦是风景。听说生气一小时等于熬夜六小时，所以啊，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挣钱，好好花钱，不为不值得的人生气，不为不值得的事失眠。既然活着，就好好活着，每分钟都为自己活着。在自己的能力范围，喜欢的东西就买，遇到对的人就去珍惜，想要做的事马上去做，想去的地方就即刻出发，不要改天，不要下次，也不要以后。人生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犹豫，错过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。越长大越懂得，逢人只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。喜怒不形于色，有自己的底线，万事藏于心，不表于情。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，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。有时候看错人，不是因为容易轻信，而是因为善良。有时候帮错人，不是因为愚蠢，而是太重感情。有时候不去争辩，不是因为没理，而是忍让。上天从来不会亏待谁，不是你的留不住，别懊恼，是你的还会回来，别伤心。低谷期是我一个人咬着牙熬过来的，变得温柔是一次次教训给的。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唯独对不起我自己。所以现在少了谁的陪伴都无关紧要，因为除了自己，谁给的糖都不甜。师父说，不要和任何人熟得太快，不要以为话题一致，共同点很多，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音。缘很多时候都是假的，一起经历的才是真的，时间验真心。师父说，你多学一样本事，就少说一句求人的话。翻脸不如翻身，生气不如争气。始终相信一句话，只有自己足够强大，才不会被别人践踏。如果没人护你周全，那就哭到没有软肋。不是你的就不要挽留，让你难受的就别再将就。若人走情凉，就手心自暖；若聚散难免，便独自撑伞。从前不回头，
往后不将就，这才是你应该过的人生。如果遇到事情想不开，那就别想了。如果遇到路走不通，那就换条路。如果有的人你得不到，那就换个人。当你碰壁的时候，别钻牛角尖，别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既然输了，就要认输，因为人生最快的捷径就是放过自己。从现在开始，不沉溺幻想，不庸人自扰，踏实工作，好好生活，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，做一个寡言却心有一片海的人。师父说，做什么事，说什么话，都太在乎别人的感受，等于为别人活着。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善良是优点，也是你的弱点。你照顾不了所有人的感受，只会让自己不好受。师父说，眼睛可以近视，目光不能短浅，知识可以不多，但格局不能太小。记忆里多收藏别人的好，生活里多温暖自己的心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你惊艳不了谁的人生，但可以温柔自己的岁月。师父说，永远不要在饥饿的时候去商店买东西，因为你会选错商品。生活也是这样，永远不要在感到孤独的时候随便开始一段感情，因为你会选错人。宁愿孤独，也不要将就。我对你的一切付出，都是一场心甘情愿。你若投桃报李，我会十分感激；你若无动于衷，我也不灰心丧气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不愿再这般以你为先，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，各自生欢。